好懒得画图哦，我不敢播版权的歌了，好恐怖哦。Hello，Hello。你是新观众，你不是昨天有看吗？哦，有个雾哦。嗨。我挑比较适合的歌哈，是什么歌？哎呦！感谢，是啊，刚刚谁炎夏吗？感谢炎夏的支持，不是支持啊，会员。感谢雅思的会员。好啦，开始画啦。喜欢听什么语言的歌？最喜欢听哦，还是中文歌吧。啊，再是日文。啊，韩文是看情况，看那个，看舒不舒服。哦，他自己乱排歌哦。移除，那这首啦，这首不好听。啊，好啦，倒颜料喽。今天应该完成得了哦。好了，第一章完成了。要加腮红。来第二章。YT 没跳通知，哦，对了对了，这首又好像还好，因为他这首才1分钟而已。白痴哦，他想说什么？都跑来，感谢夜夜的会，哎，你是那个夜夜吗？
你是小雅细雅吗？我说歌还没点下去，怎么跑出另外一首歌？我还是听这个吧。来，大家要睡觉咯。是啊，你不是说你也可以叫你那串日文？哇，你们怎么还在打招呼啊？我还要，因为我想把那个什么都加边框。就是旁边这边再加个白色边框。我在想要直接从 PS 里面直接转它，还是用手直接转。然后手受伤，然后擦个药。我看到人打萧院八七，我该显示他吗？这个是木子瑶。想看真的步步，去看影片啊！看影片啊！影片就在那边的，自己不看。哇，一堆爱心耶。粉色的会怎样？哎呀，好像很可以呢。哇，太亮了，感觉很百搭耶。哦哦，
滤镜嘛，这样就好啦，有吗？可惜大自然没有蓝色的兔子。啊，你们也太棒了吧！真的可以自己在那边聊天，不用我管。今天是不是因为我回 YT 满一个月啊？我想说怎么今天开始有订阅了？我突然想想，哎，对耶，我好像是八月三号才开始开台的。感谢捷云的会员，他没有讲支持了。车道，彩虹，欸，这只有新会员会跳出通知哦，啊，续订都不会有哦。现在的订阅数好特别，怎么1:1？这个如果拿来做那个 APP 应该很好笑，就是那个。叫什么？啊！查一下。
哎、欸，我也不知道哎、欸。我还是手工好，因为我刚刚想讲的是这个啦，我想要这个感觉，这样子旁边有边框，画完再来加。这个颜色应该是用这个吧？算了。感谢迟到。没关系，哎、欸，我不知道你叫什么、欸，哎，看到你叫点 U 是不是？欸、很舒服，哎、欸，这超适合单人用的、欸，哎，就偷偷摸摸做一大堆事情的时候在用的、欸，哎。我点 U， 不是啊，那英文怎么念 ？C H L O E 怎么念？桥什么吗？我爸怎么都在楼下讲话了？可恶！乔丹 ，K 发音我不知道。嗨，牛奶，跟着一起玩有没有？等一下哦，这个位置，然后。好，下一首。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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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有一次就是图层没有点好，就上色发现上在另外一个图层上，就是可能是修蛋挤的跟这个图画在一起。那个神奇艾莎是那串日文啊，你看那个宫阿啊，
对不对？看宫二就知道是不是他了。哎、欸，我是不是没画到腮红？对耶。好了，一轮结束了，好亮哦！然后嘞，亮到我眼睛很痛。有加一些表情吗？有啊，我说等这个贴图画完呢、啊，我的贴图跟那个头像会新增。好不适合我用的颜色哦。这个礼拜都没有乖乖听哦，我有说，等这图画完我会新增哦。这个荧光棒可以加去兔窝 DC 吗？下次有人唱歌想放这个，应该会吧。只要荧光棒就直接丢荧光棒的图上去就好了，因为图会变很小。
没有啦，这是因为点上去要选取，然后就是选一选呢、啊，然后就直接倒颜料啊，是哦，没有吧？完了，又是爱心。一喵他这样讲，我真的有点担心了呢。担心了呢，看一下啊、喔。别敲我、喔，怎样？有赖。再截图给点点看。我这个竟然没加阴影，失败。小颜色，哦，这才像我画的图嘛，对啊。哦，他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哦，我画的图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哎，我真的开始想买板子了呀。如果你看。画画都那么多人来看，那其实我可以每天结束后都画一下图、欸，哎，是广告哦。我画自己，可是画自己就很没动力啊，你知道吗？画别人就是会比较用心，画自己就真的是很怠惰哎、欸。好，喷蒙版。啊什么？恭喜幸运儿吃到广告，这样子。你开无广告，你给我。啊，没事，对不起。哎、欸，你是用你不要用外挂哦，最好是给我把那个关掉哦。等直播结束再打开哦，你这样子我会没有收益，没有钱哦。我今天又特地播没有版权的歌了，我劝你是给我关掉哦。你装那个东西拿去看听歌什么东西就算了，你都在看我们的直播，你还不吃一下广告？这么好吃的广告你不吃吗？对不对？你靠腰，可以。
手机吃不了，手机可以好不好？想骗我，手机就吃了三次广告，多点几次没用吧？他只会算一次吧？有吗？萧月，你又吃到了吗？骗我，会员没广告啊？对啊，就是，对吧？你这个就是付费合理让你吃不到广告啊？吃腻了怎么办？成为会员啊？就是。就有人讲啊，你不想吃广告就加会员嘛。啊，如果没钱想帮助我赚钱的话，就是吃一下广告啊，这样子啊。要哭告了，我个天啊！要什么颜色啊？不只可以吃草莓啊，为什么不行？管理员会吃广告吗？会啊，他只是有扳手，他没有包子好吗？所以我去允悦哈记他们的台也是一样广告造次啊。有包子也可以继续吃，怎么吃？什么叫兔子可以吃鸡？哎，前锋安安。哦，你以前有包子哦，啊，你怎么现在没包子了？啊啊！看，他还摸他的头说：“嗯，拍一拍，这个松鼠熟了，我应该画西瓜哦。”没钱。好吧，没关系，等下来拿去买喝的吧。你的这句话讲得非常的诚实，我不怪你。这样不是有女生出去吗？然后就另外女生问说：“你怎么点那么少？是不是减肥？”那女生说：“因为我没钱。”你看，就这么直接，多好啊，不拐弯抹角。哭啊！我最近想追，不追啦，那个想去补终极一家哎、欸，因为最近无聊，就是躺在楼下无聊转电视会看到终极一家，可是他播的集数很奇怪，明明昨天看第四集，怎么今天看第二集？你说的繁星贴图是我的人设吗？那个第二弹可能要让我再休息一阵子哦。欸，罗本啊，不要让我哭完吧啦，快给我快预告了。等一下哦，我看一下金沙。水蓝色的。
按这个蓝吧。OK， 然后背上白色点点。金沙真的很漂亮。我有喂、欸，哇！怎么那么大声？我的天哪、啊！哇，那你可是你给钱还会照吃广告哎、欸？全白就好了吧。等教主生日再抖。哦，你第七不想变红色哦？没差吧？好啦好啦，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该再回一点这样子哦，好，够苍白。感谢马田，包子也会吃到广告啊，要买哦，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包子也会哦，好吧，你们还是帮我吃吧。啊，那是退取啊，白痴哦，记错了啦，退取才是那个啦。给钱不会有那个的了。Sorry 呀，记错啦。在退取时代，坏死。再深一点，坏死时代。各位，快了快了，二十张了，画完二十张了，画完之后再加边框、欸、我的天，Oh my god， 怎么那么可爱啊。颜色哦，新增灯蒙版。Oh my goodness! Oh my god!
我把今天的封面贴图是要那个用云月再找小村民，然后是用画的，也是进击的巨人对不对？再找人类，然后但是人类就是躲起来保护好那个小村民说不要出声，这太难画了，画不出来，所以恭喜我，恭喜我什么？还没画完就恭喜。可比哎呦，等一下可能不定，怎么不定时啊？就是不定期会跑厕所，最近包括肚子又怎么了 ？Oh my goodness！ 到底是洗手还是拍手？拍什么手？感觉是洗手哎、欸。多喝水，我喝很多水哦、喔。健身房就只有水可以喝哦、喔。哎、欸，这边有没有在健身的？我想问个问题，那个乳清蛋白还是什么东西的，好不好喝啊？最近想买、欸，因为我以前同学有买。啊、你有没有喝什么乳清蛋白啊？有口味哦、喔，有什么口味啊？有草莓口味的吗？你喝过拿铁和巧克力的？哎、欸、哇，那我，然后那我晚点去找那个巧克力口味的啊，因为感觉我怎么讲，有时候真的鸡胸肉那些吃久了会有点吞不下去，懒得吞什么的。真的、喔，家里用跑步机，哇，你们都好猛哦、喔！因为那时候闻过那个别人在倒那个蛋白的味道，就好甜哦、喔，很像香草还是什么的味道。我想说好，感觉很好喝，可是又感觉会不会像那种鸡精、咸精那种一样很累啊？闻起来还 OK， 可吞起来就很。没有，本身就很喜欢吃巧克力哦。那时候我还在鱼干跟菜渣工作室跟巧克力抢巧克力吃。说，哎、欸，那我的，我说没有，我的，我们那边吵，那吵着吃巧克力。肥宅不运动，不是啊啊！我就想要变胖一点啊！啊，吃不胖的人只剩下健身这个选项而已，你知道多难过吗？你知道长肌肉比长赘肉还难吗？你看，只要躺在家里吃麦当劳，我也可以变胖，可是我就是变不胖啊！这张是在许愿，没有，就是看到有人就是很像。就是我有参考一个人的贴图啦，因为那几个贴图都是我很喜欢的，我就拿来自己用这样子。鸡胸肉蒸烂一点，可是它蒸烂一点不是会很柴吗？会很干啊，我这样说很拉仇恨，你不看看杰克，我的天！杰克其实也吃，我现在真的是吃不了多少了。以前真的跟巧克力他们都是，就是吃货，是可以吃很多的。然后那天我们就不是说昨天跟内阳他在聊那个餐厅的东西嘛，然后巧克力就是我们就很久没一起吃饭了嘛，然后突然吃饭的时候他就问了一句话，欸，繁星，我说哈，你现在食量是多少？我说正常人了吧？哦，那还好，我因为我也是正常人了，我说。我说感觉就是年纪到了啊，食量都变正常了。
他说哦，那我们就点几人份几人份而已，因为我们同桌的还有米菲跟谁啊，都不算是战力，我们的战力就只有哈记、我跟巧克力。哦，好像还有杰克吧。不是啊，就是要鸡胸肉吃，要吃那个啦，干净的啦，不能加太多调味料，那没有用啦。水煮的就好了啊。那时候说什么鸡胸肉，你只要吃水煮的就靠腰就好了。你当我不会料理哦？我是不会啦，可是至少加调味料那些我还会啊。加盐而已哦。Seven 鸡胸肉不行哦。欸 ，Seven 鸡胸肉推不推啊？我是没买过啦，因为那时候无聊，就是也是跟他们去吃饭的时候，因为晚上需要冰块嘛。啊，我就跟 Bobo 他们去买冰块的时候，看到 Seven 有卖鸡胸肉，我说：“哦，现在 Seven 有鸡胸肉？”我说：“有啊，一直都有啊。”我说：“哈，我想说顶多卖个香蕉嘛，因为健身完之后可以吃香蕉啊。”超推，真的假的？不推很柴，超推好吃。你们去打架吧，打赢的跟我讲。我就是怕太柴啊，好吃但好贵。嗯，妈妈去打架，反正都自己拿电锅蒸啊。不推，没吃过靠腰哦、喔，不错吃啊！去群里有1.55块，香港好像没有，我是没有吃过啦。安安，现在在聊健身话题。没话到，怎么没人提醒我？你们讲的是同一家肉吗？我不知道欸，就小七啊，小七他有卖一个就是真空包装的肉。别人家开台传什么东西给我？哎呦，好可爱哦、喔！对不起，这个很可爱。你这金沙好不像金沙，好像只是大白沙加了白点点而已。什么鬼？肯德基就不能吃啊，炸的欸。欸，可是这个我就在想啊，你看我这个人吃不胖，到底我该不该吃炸物啊？因为感觉我也吸收不了，感觉我可以吃炸物吧，就是半夜可以去买个甜不辣咸酥鸡来吃。欸，搞神马我没看，搞神马那个我真的没兴趣看。大物其实容易长痘痘，对啊，我就在想说，看我还是不吃好了，不然又长痘痘。搞得用黄色，大的用。好，那个要离开的，拜拜。吃布丁，吃布丁也没有帮助吧？如果你体内瘦菌多的话，吃炸物一般来说是不会胖啊。欸，那就是那个瘦菌真的是正在骗人的广告啊。
这很明显是啊，我肥俊瘦俊根本没有用啊，有用的话为什么不拿真人来拍，一样画画的。今天你画一个很苗条的女生也是出来 OK 啊，痘痘新人只配吃苦，吃啥都会长痘痘。哎呦，真的觉得我也是喝水吃水果也会长痘痘的人呢。我最近明明就是没有在吃炸物了，然后嘴角又在长痘痘了。啊，你是讲真的哦？白色画错图。我有点想改成香菇欸，算了，香菇下次好了。我觉得改成香菇不错欸。改什么菇？不会是那个啦，红底白点的，那个怕被说抄袭马里奥之类的。没有，因为之前就是有人那个有人说什么他家兔子便盆上面长蘑菇啊，超好笑的。然后在想说布布会不会头上哪天也长香菇。这表情很赞。四八二七，看这表情很棒哦。倒颜料最棒了，拜托，最喜欢倒颜料了。这个表情也很棒啊，然后后来我才发现他长得好像阿塔哦，那个动森那只水塔，有没有？你给他三倍之后，就摆出这个脸。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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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那不是霉味吧，是菌味吧。我说是菌菇那个菌，不是菌。欸，大学生是什么时候开学啊，就是新训那种时候。我想说，因为之前在美联社工作，大概都10点左右去上班嘛。然后经过都有时候看到那种新生。来招新生哦，大排长龙，一大堆妹子可以看。我家有养宠物吗？你刚没听到鸟叫声吗？9月10号。
没有，我是问大学啊。我去看妹子。没有啦，我是问新训，不是开学。抱歉，问错了。有没有人是新生啊？有没有刚好新生又在念淡江大学的啊？我想说半夜可以出来吃，然后最近才知道，我们有一个叫圈圈的干爹，他已经从淡江大学毕业回台南了。靠，不是，他就约吃饭而已，是要干嘛啦？哎，你我看成我什么？我大老二了，我想说什么大老二？我的天啊！有啊，有新生训练不是吗？不是新生训练啊，就是，都会有学长姐去招募新人，什么社团那些东西的啊。没有哎，我不是去看一下，我是每次那一段路经过的话，排超长的哎，你知道，淡江大学一个坡超级长、超级陡的，他们竟然人潮可以排超级远的哎。对不对？不是就我看错啊？不是哦，他自己把大二老了放在一起，他不会大二，然后空白或是在那个逗点老了之类的啊，不关我的事哦。好心，是我。如果今天只有我看错的话，那就是我的错。那今天聊天室也有人跟着我看错，那就是。那就是那个人的不对了，对不对？柯南坡，应该我们都是说好汉坡啦，没有，只有我看错，好不好？之前去淡江参加营队，漂亮的姐姐有点多哎。真的是蛮多的，可是我也都是看看就走了。因为你知道，你随便乱看的话，可能就飙来去跨山小。没有啦，没那么凶了。噔噔噔，关掉。聊天室的妹子很多，那又怎样？妹子多又怎样？哦，看到个瑕疵。我要棒子，不是啊！我要棒子要干嘛？啊！我要妹子要干嘛？啊！画错了。
你饿了？你是说看到布布饿了、喔？你有病哦、喔！到底爱心可不可以过啊？好怕哦、喔！爱心都不能过的话，我大家比什么？就挑战十人订阅啦，十人订阅很简单吧？那你就去挑战啊，每天出影片挑战零人订阅。对，我说咖啡，云娜给我的茶我还没喝，等一下来喝一口。我明明加了很多糖，怎么还是那么苦啊！我的天哪！哇，该不会糖没有？欸，我想说，我最近越喝越无糖欸。我说我怎么了？我是不是老了？哎，是广告了哦。好了，我点了15下了。什么？你们整天在吃不到的，怎么就有人整天吃得到？我的天哪！你们是外挂哦，你们是鬼吧？我也好想吃不到广告，我每次在 YT 随便看个影片，通通都是广告。耶，快画完了哎！有忘了。那画完第一件事情应该是先弄 YT 头像吧，感觉有些人的头像应该都该更新了，还在卡在钻石色的包子。等一下哦，那我这个改一下好了。这个，
看网络上人是这样画麦克风的，这样。啊，算了啦，我在画什么啦？要学人家画，还画不出来，画那么丑，这样好了。菠萝面包，可以偷偷问一下吗？是什么意思？打招呼的意思啊？那个斜线斜线，你就想想看是招手。欸，这个东西也是我之前在巧克服才知道的事情，然后那时候还打过头，造成别人说你这个是在洗版哦，警告一只哦，我就吓到了，哦，按过头了，然后热情过头被警告。好了，最后啦，然后坏应该也是快十点了吧，因为还要东加加西加加。我玩麦快的打招呼方式是斜线 kill 你，我要 ban 了你，这个很无聊哎、欸。啊，让你看一下，让你打字出现好了，让大家知道你多幼稚。为什么哦？是不是打 kill 也会被屏蔽啊？还要审核过哎、欸。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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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我刚本来是想要把它就是直接就是隐藏起来，然后算了，公审公审公审，既然敢在这边打这种东西，就公审吧。我说，除非就是那种很好很好的朋友，你才能这样闹呢、啊，不然莫名其妙被那个 kill 别人，我觉得这样子这样很幼稚哎、欸。讲白了就是低能。因为怎么讲，除非真的就是你们感情很好，可以这样玩得起来啦。啊，可能就是有些人觉得那个就是不想死啊。那你还硬去让人家掉还是什么的，绿色、红色、紫色、黄、
嘟嘟嘟嘟嘟。透过我有讨厌的事物吗？香菜啊，香菜啊，南瓜啊。其实南瓜也要看，如果真的煮的比较烂那种东西，我还可以吃。啊，芋头的话，可是我就喜欢吃芋头冰跟芋头包子，加工过的啦，还 OK。加工的芋头跟南瓜我可以，香菜你怎么加工我应该还是很讨厌吃吧。哦，还有讨厌的什么吗？就别人可能故意在我面前提什么三杯兔好吃啊，什么兔肉好吃之类的啊，我要杀了兔兔啊，怎么弄这种东西，就存心是来找茬的嘛。然后就是怎么讲，喜欢看人家生气还是什么的那种。哦，还有就是看我的影片不点喜欢啊，然后不点分享也不点订阅之类的啊，我也很讨厌啊。对不对？有道理吧？当偏黄，偏绿色。哎，问一下哦，我们开台宗教战争吧。所以聊天室有人喜欢香菜吗？啊，喜欢的我通通 ban 个300秒好了。有没有？通通300秒。好，小远，拜拜。300秒，暂停使用者，吧，好，再一个，哎，怎么解编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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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线 U N E A N 吗？哎，可以吗？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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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解不了编呢，等一下，等一下。哎、欸，抱歉，萧月，我感到很抱歉，他好像不能 on ban 呢。哎、欸，这暂停使用者是不是只有300秒啊？哈哈，完蛋了，等一下、喔，萧月，这样吗？哎、欸，我不会的，他不是完蛋了，再按一次吗？不是吧，再按一次就再 ban 一次，不是吗？我看到，哇塞！我看到，没有啊，他暂停使用者再一次吗？你确定吗？不会再编他一次吗？哇，没玩过头吧？这不是永编啦，这不是永编啦，这不是永编啦，不用怕啦。好，再一次。哎、欸，小远打字，屁啦，又再编300秒。那个什么水月什么的，你又出来讲哦、喔。哎、欸，小远，你要怪那个水月哦、喔，他说可以再按一次就解编哦、喔，是他说的哦、喔。你看哦、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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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哦、喔。晚安，我对不起萧远，抱歉，抱歉，抱歉。也不是玩过头啊，你看香菜就是邪教啊，他活该。没有啦，哎、欸，你好了，你好了，在打字哦、喔。玩大了，还好吧？我之前玩更大哎、欸，之前是不小心把人家整个永奔哎，然后我是直接跑去问兔子，问点点。我就跑去问点点说怎么办，我不小心把人家永奔了。
然后那时候才学会人生第一次 ban 人跟解 ban。其实那时候 ban 的好像是菲菲吧，是之前各大台 mod 的阿神台、阿仙台的 mod。我有编过啊，有啊，有啊，有啊。那时候我可精彩的了。那时候想说编人这个东西，我应该永远都碰不到。就那时候好像就是有，就是在我就是也是玩很，就是都在乱玩，啊，就是在乱，真的就是乱玩乱点。啊，我那时候也是要编一个，好像也是来乱的人，然后不小心把一个就是干爹给编下去了。啊！就又跑过去求救。小远换账号了，哇塞，哇哦！这样，你 ban 了一个我，还有千千换换给我吗？哇哦，小远你好猛哦！你的看台的意志就跟小强一样哎。你看，这就是喜欢吃香菜的下场。哎，萧月，你再借我试看看好了啦，我再背背看，然后再解背一次，好不好？哎呦，你还回收哦？还敢回收啊？你还敢回收啊？没号了，不是啊？你好，那我试试看哦。一下，暂停使用者，然后等下被打字，不行啊！哎、欸，他出现了两次被繁星暂停使用、欸，哎、欸、哎，来，我们再来分享画面一次。看到没有？先 ban 的嘛，出现禁止留言，他再禁止留言一次了。那个水月啊，不要骗我啊！下次就 ban 了你啊，跟你讲。干爹真的要少一个了，少谁？不要少了。对，要怎么接？我觉得就是300秒给他过去吧。没有，这只是 ban 300秒而已，这不是永 ban 啦，这不是永 ban 啦，不要吓我啦。
我知道后台可以解除掉一个永ban的人啊。那去后台，可是就时间到，让他让时间冲淡这一切吧。没事啊，我觉得萧月你可以换账号回来。啊，你怎么又一次？到底几个账号啊？我想说你记得原本你就是不然你是原本叫阿飞的啊，怎么变微微的？嗨，巧克白，永ban可以后台解？没有，我没有永ban人啦，我没有永ban人啦。伊娜五银，你怎么有空来看？啊，去后台哦，好麻烦哦。好啦，先这样子，我等一下再来上一下手，看一下后台哈。工作管理员，版权设定，不是版权频道，是权限，是社群，有，没事啦，这些是。现在后面是永ban名单。欸，我封锁一个叫企鹅 OUO 的，欸，应该不是我ban的啦，应该是管理员ban的。今天有点懒，对不对？画到好懒哦，我的天啊！现在要来加工了，加白白的框。开工，大概开到起点，就等我画完吧。至少让我画完吧，画完应该十点半吧。欸，不对哦。欸，三十分吃广告哦。要上厕所要避难的准备咯。那个左翼你好可怜哦，你要回呛还回呛不了，哎，你们想看吗？准备打瓦拉瓦拉咯，准备咯。你看什么左翼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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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咧你们才盟这句话还发不出来，好可怜啊，怎么可以那么可怜啊，要呛人还不能呛，你看我还没放他，因为刚刚那个左一那个事情太好笑了，这比被ban还难过，明明有讲话还讲不出来，啊，被ban是你至少有讲过话被ban。明天太晚不能跟太晚，没事啦，十一点前就关了吧，因为我还是要，因为 OBS 好像抓不太到 PS 的那个啊，因为反正接下来都是要转成那个 PNG 档，然后调那个
画面大小，所以这个我就是关台以后自己用吧。哎，我记得 SAI 的图层好像有上限，好像一个上限的，哎，不能开太多图层。不见了。我怎么不见了？欸，白痴哦，是因为那个啦，我没点到啦，白痴哦。刚刚是那个萤幕截取，不是视讯截取。我的人不见了，没有，你就知道刚刚是有小精灵在帮我画画，刚刚的笔自己动起来了啦，啊，我只是负责讲话而已啦，这样子。我决定了，在繁星生日那天要买繁星的周边。啊，哦，你是说虾皮哦？那个我真的是蛮推那个啦，真的要买的话可以买环保的那个背带，毕竟现在都是出去买手摇饮什么之类的也很多啊，然后自己也都是带着出去买喝的，啊，不建议拿去装麦当劳的那种。加大后的那个杯子，那个设计有点奇怪，就是它的杯口刚好跟我的袋口一样大，然后只要你装进去，等于就是说你它那个袋子会自动帮你把杯子打开。欸，为什么"萌"这个字那么多要审核啊？那个什么你就萌，我又要审核欸。银管可以放进去，什么叫银管？就我用到现在发现只有麦当劳那个大杯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没有。反正是想做就是半圆形那个套住杯身的啦，啊，但是水里就是觉得说，因为也可以装那种小东西啊，像一些文书用品啊，一些就是小东西小点心也可以当购物袋用啊，然后就说好吧，那就用那个吧。但其实我想就是设计，就是这是饮料嘛，对不对？啊，我想设计就是这在旁边的，然后这样子吊起来的。上就装无辜啊，每次做错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头抬高，然后耳朵就朝后面。我说你也知道你做坏事哦，然后骂完之后耳朵就翘起来了。讲，要是哪天台湾开放可以养企鹅的话，徐子冰就可能失宠了。那个巧克力应该是一直养在冰箱里面吧？想吸布布，我也想吸啊，好久没吸它了。他会去补习上课啊！我开到旧版 OBS 了，等一下，点错了。
可是应该不会啦，因为毕竟小柯巧克力是喜欢幼年时期的国王企鹅。我觉得他干脆直接再买一间房间了，就是需要拆一间房间养企鹅，冰箱不行，冰箱只是企鹅睡觉的地方。你总不能每次开冰箱都看到企鹅在那边跟你 say hello， 然后企鹅还拿那个你要的饮料给你，我说我要一杯红茶，那就傻萌傻萌的拿给你。然后就拍个系列叫做冰箱里的企鹅，然后冰箱里的服务人员，然后之后就训练他会开始今天要拿铁，大杯拿铁，好，冰正常，谢谢。我想养狐狸，台湾不能养啊，你去日本就可以养啊。欸，狐狸很不啊，你不是可以养那个吗？那什么？狐狸犬，狐狸犬也很好看啊。但我觉得狐狸特色就是它的手脚有那种黑黑的丝袜感觉，对吧？哎、欸，萧院回来了！萧院回来了！为了庆祝萧院回来，我请他吃广告。萧院吃一下广告哦。我哥在看台，那我就换这只啦。哦，你很早就回来了，没看到嘛？啊，没看到啊。等一下档。哦，我存档要三秒钟哎，我的图层几个啦？130个啊、哦，还可以。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开到200多个，就不能再增加了。好，来第二个宗教战争。你们可以接受凤梨披萨吗？欸，我终于懂那个一次吃到三个是什么意思了，就是第一次广告是不能跳过的嘛，五秒钟的广告，第二个广告就是好像15秒可以跳过的，啊，还有一个广告一次也可以吃，你不能吃披萨，哦，不行，可以，欸，看来要多数决，你看那些少数决的通通ban掉，啊，我是也可以啦，我可以接受，因为毕竟小时候第一次吃披萨就是吃到凤梨披，就是夏威夷披萨。那后来巧克力他是说，因为他看那个嘛 ，Golden 的那个《资深当道》啊，《地狱厨房》啊，他就是开始被 Golden 洗脑说，为什么要在食物上面乱加一些东西，不能接受有的没的。当然，以前巧克力也是可以吃凤梨披萨，然后就是因为 Golden 把他给洗脑了。然后今天没有播版权歌，主要也是因为昨天你们也是吓到吧？我突如其来的观台，我
昨天播那首歌还播得很开心，想说怎么大家都打问号是干嘛？是都没听过还是怎样？然后才发现说我的台被强制关闭了。我想说那就播剪片用的音乐，然后就是放放广告吧，这样子。哎，你们知道披萨里面很多是加口香糖吗？因为他们发现起司拉不出那条线，他们就在披萨里面加口香糖。应该很少人知道吧？就是里面的服务人员会每个都会吃口香糖，然后为了增加那个披萨的那个拉丝感，然后他们会把口香糖嚼一嚼之后擀平它，然后加到披萨里面去。不然你们觉得怎么会有那种？拉起丝拉这么好看的，不可能，那个都是拉那么长还不断，那一定是加了口香糖，不是白胶吗？不是吧，白胶不是干的就硬掉了吗？还要拿去烘欸，没有啦，以上都是我乱掰的啦，对不起，不要理我，都是我乱掰的，因为那时候就是看到很好笑啊，因为看到哇，他们都是做广告的那个嘛，就是为了广告好看，有那种好看的感觉，然后就会在食物上面动手脚，像比如就是说可能早期会有那个 7 的微波便当那些嘛，啊微波完之后，你的菜一定会就是颜色那些都不好看啊，所以那些演员都是吃微波到一半的食物，那时候菜才看起来像新鲜什么的。我干话本来就很多啊，哦拜托，哎、欸、你们真的相信哦？对啊，广告是用白胶啊，因为他那时候是那时候白胶是混一混，因为我想说刚刚讲是先拿去烘烤什么之类的，没有啦，假的啦，都是假的啦，不要相信啦。想说你们喜欢听干话、啊、就讲一讲啊，反正刚好又提到披萨这个东西。差点吓哭哇。哇。你们真的相信哦、喔、好猛哦、喔、我好棒哦、喔。我的信众太多了，哪有啊？是我平时的干话不够多，好不好？我跟你讲，你今天如果是跟阿杯一起玩游戏，他讲的话里面真的有一半都不能信。啊、那时候跟他玩泰拉瑞啊，他就教我很多东西，然后我就去做。我说啊，真的可以吗？我没试过哎、欸，因为那是我乱掰的哎、欸，我忘记是什么事情了。然后后来就是。玩到后面，我才发现说，干他其实没有比我强啊。然后就欸嘿，没有，他就只有打王的时候可以相信，他其他事情都不要信。他一定也是相信 TNT 盾牌可以防御的那一种人，然后就会说啊，我以为可以啊。然后就嘿，黑半天。哦，救主听，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子之类的。河豚版，哎、欸，没有，河豚版就可以吃啊，它只是会中毒、晕眩、恶心啊。没有，那时候，我想一下哦。那时候其实有一点节目效果啊，毕竟就是要好笑啊，然后才会去吃吧。啊，你们也看得很开心啊。那其实星期天放了一个响屁，那个我在想说，星期天应该也是知道我们在录影，毕竟我们就是一群人在另外一个通话还是什么的，应该也知道我们在录影啊，所以就是很配合。你们有看过他 RP 吗？就是星期天的那个退曲，他有时候玩 GTA 都是去玩 RP 嘛。他其实他就是很喜欢演戏啊，很享受那种感觉。
欸，我好想在轻松生存盖那个、喔、凋零骷髅的塔，可是前提要有凋零花、凋零玫瑰，所以我先问小雨那边有几个凋零头好了，然后我们再去量产凋零玫瑰，就可以量产那个凋零头了。好，要睡的晚安哦、喔，晚安晚安。因为现在1:16的凋零塔太好盖了吧？以前还要做红石，有的没的到处跑啊，现在不用了。有电子音，我有电子音，没有吧？然后现在不是还有那个吗？复制方块啊，那个的话，我觉得真轻松生存应该是弄不了啊。就算可以弄，应该没人要去弄啊，毕竟那个已经破坏游戏体验了。为什么不能用？就是那个防爆嘛，怪那个怪不会捡掉落物啊。当时玩泰拉瑞亚的时候，有很多是我哥教我，然后我都没去尝试。靠腰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讲说，你听你哥的干嘛？不过那时候也是跟你玩，我才开始体验到那个啊。我有讲啊，炸弹的乐趣。啊，炸弹真的很好用欸。前面打克苏鲁眼睛，打那个豆墙，反正打简单模式的怪都很好用。但其实想说哦，我真的是很不喜欢玩有消耗品的道具。这样只要知道今天这个弓箭手的职业要买弹要买箭矢，我就一定很舍不得射，都会拿近弹去烤。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说啊，有时候新手送的那些红色药水什么东西的，我留到那个满等都还存着。史莱姆炸不到吧？你说王吗？史莱姆王不用炸啊！史莱姆王其实你够高的话，其实很好很好很好压制他哎、欸。不然就是你下面放岩浆的那个，不是地底会有个像藤壶的吗？会有火山，那就放个压力板在那边给史莱姆王踩，那烧超快的、欸。你还在想要不要信教主？信什么教主？哎呀，你现在是觉得哪个我在骗你啊？你是说荧幕前面是真的人还是你自己在动哪一个会留直播记录档吗？今天的会留，今天的会传，因为昨天就直接被强制关台了、啊、那个一定是不能留的啊。用刺球机关，白痴！你刺球机关不是要去丛林神庙拿吗？对啊，你就是架高高的往地上丢啊！你刺球机关那个是要等到丛林神庙的稿子可以破坏才行，不是吗？哦、oh, ，对啊，你们昨天如果没有关掉的话，那个网页可以回去重看。我想说那时候怎么有办法看到回放，然后说是牛奶给他网址什么的。哦、oh, ，对呢，还有这一招哎。欸、然后我今天健身去是跟我应该是说
国中高中的同学去健身，我们没有同班过啦，就只是认识而已。然后一做完才发现，我完全做的都白费，你知道吗？我最近这几天这几个礼拜做的东西都是做心酸的。他说你做那些都只是做个样子而已的，你要做就要做这一台啊，什么之类的。我说看真的假的，那我这又白做。他说你白做了。我说啊，之前那个就是有那个好像就是类似客服，不是客服，那叫什么？你进去都会有人教你设施怎么用嘛？啊，他叫我用这个，他说没有啦，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做了他建议的那个之后，发现说，哎呀，好像很有用哎，我的肚子好像很酸哎，这样子。我接触电脑两个月的麦块了，升高中应该就没有机会玩了。好，谢谢。没有，就是现在 1.16 版本的地狱生态啊，就是变得比较活泼嘛。啊，一些设定也比较好啊，是有凋零玫瑰后，就是那个，因为凋零玫瑰只会生凋零骷髅啊，凋零玫瑰上面的东西只会生凋零骷髅，所以就很好压制，只会生那个凋零骷髅啊。不是健身教练啊，就很像咨询的，不是咨询，那怎么样？你就是刚进去，会有人就是推荐你说什么，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们这边器材很棒啊，然后一个月只要多少钱啊，那种东西，就是那种人。然后他是带我介绍之后，就叫我说你可以练这一台啊，先练这一台什么之类的。我就说我想要练腹肌，主要是腹肌啊，再就是胸肌。然后腹肌那你可以玩这一台。后来才知道，想说奇怪，怎么腹肌这几台都没有什么人在玩。然后说那就是给一些人想说就是练练一些就是好玩用的，懂吗？等于是我跑去玩那个游乐器材。可是我觉得那游乐器材玩起来也感觉很有效啊，因为你肚子也是会酸呢、啊。类似就是顾问啊，想起来叫顾问。哦、然后我们那个淡水的健身工厂啊，有个妹子超正哎、欸，她应该教练，她就是染了一头银灰色的，好像有还混一点蓝色，一脸白色，她就是整个就是很有气质，可是没看过她正面啊，因为她每次在用那个腹肌的时候都刚好是背对我。然后有时候都在想说，靠，我到底是在健身还是在看屁股？因为有些女生的屁股真的好翘、喔，练到很翘，哎，翘到都是你看到路上有都会想要很大力的拍下去的那一种。不敢灰吗？就银灰色啊，银灰色，然后好像是原本是挑染蓝色吧，然后褪色的那种感觉。我多练也会翘，不是我练屁股要干嘛？请问，高追，对，晚点来看那个好了，那个叫什么蛋白什么蛋白粉吗？还是那个蛋白叫什么东西？什么上次说的风间四八七我是智障的那个啊？你为什么会遗失？你是重灌呢、喔？哦，乳清蛋白哦、喔。好，那个夏的晚安哦、喔。
哦、我讲过，如果要跟我讲晚安的话，就是不要打教主，你就是前面加个繁星，然后后面加个教主也可以，因为你这样子，我的那个才会显示有人标记我，橘色的框框呢、啊，我才会看得到。啊，通常叫繁星请示，真的是要问问题还是怎样的？要打个繁星安安什么的啊？这个也我也是会回你安安呐、啊，啊，就只是希望是有重要的事情在讲繁星两个字。资料全没了，可是我觉得泰拉瑞亚你真的重练很快、欸，就只是如果你要收集东西不好收集啊，如果你真的要马上毕业，真的很快就毕业了、欸，对不对？哎、欸，要十点了、欸，哎，要再播一次广告了、欸，哎，我以为十点前画得完呢、欸，因为想说只是上色，哎呀，我这没有上色到、欸，哎。哦，干100%的地图，我一定也是心痛死哎、欸！天哪、啊，如果你那100%的地图，而且还压制得很完美的话，哇！我把那时候真的是压制到真的心灰意冷，真想去找国外那个外挂怎么用，就是看全地图，哪个环境是什么东西的那个东西，可以干到你地底所有的图。我那时候还想说无聊，就是开一张地图。把全部地理都掏空，那好像很难，就放弃了。没广告啊，还没30分啊。压制扩散吗？对啊，就是府地跟那个啊，府地跟神圣地形啊。我有张地图就是压制的很完美啊。那时候也是跟他们一起努力在压、啊，就发现说是在海外。我就把海外的墙壁都隔离起来，才发现说就没有再继续了啊！吃广告喽，我去尿尿，尿尿，你们可以看布布尿尿，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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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等下我歪个头，然后离开，好，就这样子，好歪哦。为了广告还特地同刷，
哎呀，很烦呢、欸！你们为什么都吃不到广告啊？我可不可以点一分钟的广告啊？好啦，没吃到就算了啦。我只能靠画贴图为生了。你们这些吃不到广告的，臭名！其实这个贴图其实用不太到啦，感觉你们就只有在欺负优越的时候才会贴这个贴图而已吧。因为平时怎么可能会就是贴个要吃果干的图给一般人呢？感觉是我要的意思而已啊。啊，况且吃果干那个应该也是更少人会用到啦。有时候就只是为了凑数量，再乱画一些图。不然其实大概20张图就够了。但你就想说，人家40张跟20张来比，那好像就觉得会买40张的比较划算嘛。啊，可是40张真的常用的也不多。广告跳过啊，啊，他应该也听不到、啊。你们可以打啦、啊，教主说可以跳过。我其实不知道全吃比较好，还是就是，因为有人，因为真的我听到的是说按跳过的话才比较多，啊，也有人说全吃的话比较多，因为你全吃的话表示说你可能人不在电脑前面。啊，你如果按五分钟那个跳五秒钟跳过的话，那表示说你人在前面，至少有看到广告。我是不知道啦。安啊，安安，教主叫小奈跳过，你要说小奈教主叫你跳过，这样子讲才对。打架打人的吗？那个我的兔崽子贴图有啊，有打架、啊，可是。我会觉得那个会过，我觉得很奇妙哎、欸，因为照理说，那个贴图里面不能有暴力成分在，啊，这个审核又很奇怪，有些人就是有那种用棒子打头的也可以过，就很奇怪啊。哎、欸、哈，那我跟你讲个问题，我不是问你题啊，跟你讲的事情。如果你下次来我的台啊，我没有理你的话，你不要生气耶。因为通常就只有画图台或聊天台才有办法看聊天室。啊，通常跟他们玩麦块，我能看到聊天室的机会，那就只有中场休息的时候。所以理论上玩麦块。都是他们自己在聊天，然后都在旁边，我都在自己玩自己的。就想说你也很久没来了，不，我知道你们知道啊，但是哈娜不知道啊，哈娜消失那么久才来看我的台，虽然他都说他有默默看台啊，可是我怕他默默到不知道这件事情。太默默了吧！那些会过，我也很。对啊，对不对？我上次有一个没有过，就是忘记是什么了。啊，就是我有画一张是那个大便，那个用一个铁桶装大便，然后上面写装屎。就是那个装死啊，然后用谐音，就那个说不能过，他说这个有点太猎奇什么之类的，啊，你可以想象成装泥巴，他说就是不能过，所以才会有那个兔崽子那个放闪的那个，啊不，我繁星那个不是有个戴墨镜放闪的吗？
他那个原本是装大便的贴图，就装屎。原本是那一张啦。哎、欸，你会出现在这边，表示杰克关台喽。杰克今天不是玩风之谷吗？哎、欸，他还在啊？你怎么？哦，你是不是想我了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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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玩那么晚了、喔，哎、欸，没事哎，刚十点而已。不然我觉得装死比较好玩呐、啊，以前的谐音就喜欢玩谐音梗啊，然后那个虾饺也是硬抽上去的啊，虾小。欸、最好笑是他说脏话也不行，对不对？可是三小却可以耶。那个有人就是画那个三嘛，然后就写那个这个三，然后小，这个可以过耶。他是欺负日本人看不懂台湾的谐音吗？这个 BGM 很容易打瞌睡，那样很嗨吗？我怎么嗨的啊？我换一个系列好了，这个现在这个系列都是适合单人的，我办这个好了啊。哎、欸，我这个好像也适合剪轻松生存用，下次拿来用用看好了。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的轻松生存最后一？每周的最后一集音乐都不一样，我就想说每个的最后一个，就比如说如果这一周可以剪四部的话，就第四部的声音不一样，然后啊如果剪三部的话，就第三部换那个 BGM。 我看一下、喔、这个是什么游乐园第一个，好，没有发现，我可以去听啊，今天的影片就是第四部嘛，第四部的最后一个。好，换下一个。我把这分类成那个啊，类似园游会，就是类似有点游乐场的 BGM 啊，我是这样分类的啦。就是比较欢乐一些些，可是又不会说太欢乐。你在算数？没有啊，你们可以过阵子去听啊。你会发现有时候 BGM 不是平常用的，那个就表示说这是最后一集，本周的最后一集。我好想加眉毛哦，我的莎莎，这是我的莎莎。
你觉得哪个好啊？真的只能这个扣打哎、欸。在犹豫啊，因为从上次就在犹豫，上次就是不小心加了这个，就觉得很棒。啊，真的要加哦。生气比较可爱，我的天哪、啊！画不出刚刚的感觉，我刚怎么画的啊？这样吧，对。这样吗？八字皱眉不要哎、欸！好啦，就这个吧。但是一场意外，你加眉毛啦。还是把虚脱拔掉吧。反正就是把这个拿掉了啊。算了，这个留下好了。你留下。我们来听这首就好了吧，刚刚那几首听起来都很奇怪。移除，好怪啊、喔！要加吗？
我一直听好像有点腻耶，天啊！啊什么？冰块？听过了。啊这个啦。欸不是欸。这首啊，这个是那个每次轻松生存最后一次，本周最后一次的 BGM 啊。那这也是菜渣那个桌游开箱的歌啊。我发现一个问题耶，因为白色只涂到这边对不对？可是下面这边没有涂白色耶，问题有点大耶。哇，发现很严重的东西耶。哇，这边没白色耶，我被版权攻击，这不会，这不会版权攻击啊。你可能等不到咯。如果这被版权攻击的话，我所有影片都不能用了啊。我上次也有 FB 的无版权音乐啊，但是我们内部很多人用了之后就还是受到版权攻击。
假的吗？可能哦，因为已经有太多个案了。不然都放 YT 的无版权音乐呢？说到这个，那个，你们知道鱼竿早期不是有个 GTA 影片吗？那个 GTA 影片有一个其中一集是完全没有声音，原因就是因为原本的那个无版权音乐突然变得有版权了。然后我之前有一次轻松生存也用了那一部那个的音乐。然后发现说奇怪，什么东西不能盈利，什么鬼东西的，然后才想到说啊，这首歌好像是之前 GTA 那个鱼竿 GTA 的歌，我把那首音乐整个删掉。哎，播完还没，对不起。进电影院戴口罩是不是等于不能吃东西？有道理呢。
没有啊，我突然想到说，那以后捷运上面就是都只能戴口罩，对不对？就不怕有人在捷运上面吃东西了。我有一次差点忘记捷运上不能吃东西，我差点拿下口罩，直接喝一瓶那个喝水。因为那时候那个火车跟高铁上能吃东西嘛，我整个就是整个突然忘记了。那时候突然觉得戴口罩好渴。哎呀，那个乳清蛋白要去哪买啊？网路上吗？还是那种哪里？屈臣氏啊，家乐福有卖。我干，脚抽筋！我擦擦擦擦擦擦！最近看到一篇，干，啊同人文就不要让我看到了。好事多也有，淡水好像没好事多哎。淡水比较多屈臣氏跟康士美。哎，好事多是 Costco 吗 ？Costco 的话我们没有 ，Costco。想问一下，教主画黑色是不是都不是黑色？对啊，因为你会看到，你看到左上角这边，我用的颜色几乎就只有这边这一块。你这边都一二三四嘛，我只用到左上角这一块而已，我不会用到太下面。你看哦，我吸这个黑色颜料也是在这一块而已。卡迪，你迪卡侬又是哪里啊？因为我不太喜欢颜色太亮，太深太亮我都不喜欢，所以我的图看起来才会比较柔和，看起来比较舒服。你看啊，如果今天我不透明度这个，你看啊，如果改成黑色的话就很奇怪嘛。啊，这个不透明度，然后改这个颜色，就整个都颜色会变比较鲜艳呢。但我就是不太喜欢那种感觉。哦，运动用品店呢？哦啊，可是有巧克力口味的不吗？想要是巧克力口味的啊？什么时候关台？再画11张图就关台了。哦，关台话要剪片呢。这个白痴哦，复制贴上就好，还换那么久。查一下，没有，等一下就去虾皮看看吧。叫我住内湖，我住内湖。哦，我内湖哦，我想说，我差点说什么？哎，那你那边有草莓的话，可不可以寄给我？哦、不是，那里是大湖。抱歉，搞错湖了。啊，是大直吧？是
大紫草莓还是大湖草莓？大有大湖这个东西吗？我在说他小。哦，是有大哦，对吼，我现在有点，现在各种方面都有点疲倦了，不会思考了。苗栗大湖是苗栗哦，我不知道没踩过啊。不是啊，我要草莓也是要做果干给布布他们吃的啊，又不是我要吃的。想要大直啊！我想要大直，是因为那个啦。为什么叫高雄？就是又高又雄嘛。啊，大直不就是又大又直吗？那时候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好笑。惊呆啦！你超喜欢这张的啦，拜托。我画的很多张都很好哎，你喜欢这张？拉脸的也很可爱啊，丢蛋几雷也很可爱啊。可见我没有说谎吧，我地理就是真的很差，地理历史我公民一大堆的，我就烂。等一下喔，出问题了。好，没问题。没有会画的比较快，主要是因为没有上阴影了。如果上阴影的话，我可能到现在才刚画完30张吧。要加阴影光泽，有的没的。啊，现在想说就不加吧，素素的就好。不然加了真的是会画不完耶。而且有时候补。像这样去，对，所以一组贴图可以抽多少？一半啊，一半分。在那边跟我这边，然后好像还有扣税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一直没有去弄这个啦，因为它会扣20%的税。假如说你今天卖1000块。你只能收到一半嘛，50再扣20%，可能就你只能收到420左右这样子。因为日本那边有个税要扣，那只是我一直没有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就一直被扣光光这样子。
你要送同学，我的天哪、啊，对我这么好。我是很可惜没赶上那时候赖贴图的第一波啦，那时候就是真的卡在没有信用卡。欸对啊，那导引，请问你您贵庚呢？不要突然说你是个国高中生，然后买那么多东西哦、喔，你这样子我会担心哦、喔，你是不是偷爸妈的钱啊？跟秀秀一样。所以秀，你是现在才下班呢、喔？那这样晚餐也没办法让你跟呢、啊，因为你也太晚了吧？你看那个，我那时候不是有讲吗？那个哆啦A梦那个东西啊，小富我进来的东西嘛，对不对？我是说过阵子就一下都全消了，那时候就是大跟风而已啊。那其实就是事情，我就说这件事情一定就是很快就结束了、啊。他就只是可能讲说我进来咯，可能还是会讲啊，就只是觉得他、啊、就这样子而已啊。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因为最近又没有在讲了。只是想跟上时事，有没有？才故意去讲，然后又说童年回不去了，那就真的其实就还好啊。你刚刚一个不小心睡死了，我天哪、啊！你死了要讲哎、欸，尸臭味会蔓延散开来，要快画完了。复制贴上真好用。我说其实可以画更快，就是真的当表情贴在用。啊，我不是，我是把它当赖贴图在画。吃了这么酱，嗯，托梦啊。或是你要跟我说，如果教主。我在11点没有给你钱的话，那表示我死了，帮我叫救护车之类的，有没有？等下11点我只要没看到钱，我就帮你打119，有没有？有没有很有道理啊？然后你只会回个傻眼之类的吧？好痛！我刚刚睡着，手机打到脸。睡着，有没有？我讲对了，对不对？我傻眼啊！你是不是该给钱啦、啊？哇，我好猛哦、喔，干！其实这个就是我上次跟艾琳说的嘛，就是他现在就是要练各种姿势，因为他现在画的图很多都是正面嘛，他会说正面的姿势就很死啊，就是要么立正，要么只是比个耶，要么怎样怎样怎样，
就是缺少一些动作，像画图这张也是我欧北随便画出来的啊，就是平时有在画其他姿势，所以会比较要怎么用，而且这又很麻烦的是说，兔子的手很短，然后你要开始抓比例在哪里，对吧？所以我才会一直建议艾琳，就是开始画那个其他姿势，要不然可能以前的我吧，姿势也不会画这么自然或是好看。那以前的我画图就是也是有点死卡住了，就是太硬了。我是真的傻眼，刚刚言辞我一打出来你就说了，不是啊，我就是猜到你会打说我傻眼啊。好啦，你已经给了300块了，谢谢干妈，谢谢你。那我再播个广告啊。不是啦，啊对，那个导引你多大？我刚没看到，我只看到。晚安886而已。那你是不是没有讲你多大啊？不要画完声音好。你说这首歌很好听吗？这首歌我升高一，哇哇，你的钱还是你少送一点吧，你那些钱拿去买些牛奶喝啊什么之类的。长高或什么的啊，我相信你应该是男生啊，你梦想有朝180迈进之类的吧。对啊，因为我画贴图本身用意也只是有时候是觉得自己想要自己这样用而已啊，可是最近我自己的贴图又发现好像不是很好用，啊，就想说，不然就再画一个新的，以瀑布为主的。是，怎么讲？瀑布就可爱嘛，啊，又很呆啊。长不高，高中国中喝得很努力，没啥用。没有，我跟你讲哦，你现在多高？我国一144哦，然后国三164，就这3年才长20公分而已。然后是我国中毕业到高中就又长到172，那也还好啊，因为我就是在。其实，在高中之前都有机会长高啊。那我有高中同学，他是大学才开始长高，他大学之后长到176，比我还高，因为那时候他比我矮超多的，他那时候才16几而已，那还是有机会啦。对啊，女生，你是女生？导引是男生吧？感觉是 ID 应该跟无名一样啊。无名这两个字怎么看都像是男生，他竟然说他是女生，那你是男生啊？没事啦，因为我们男生是国二国三才开始发育啊。你有讲哦，抱歉啊，没看到。你要知道，你们现在聊天室其实刷得很快啊。好了。准备关台了，画到最后一张了。木瓜，对啊，木瓜这名字怎么听都像男生呢、啊？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知道无名是女生的时候就，就啊，你女的，这样子。而且还不相信，以为他在骗我。
你还有三分钟广告，你看那么久，长高到21岁，哇靠，比老天还高了耶。你说臭这个东西吗？哎、欸，有我有个粉专的兔子，就是又臭又香的奇幻旅程啊。它里面的兔子叫臭臭啊，它也是女的哎、欸，它是一脸臭一样，可是又很可爱。它是有点小只的道奇兔，然后也有围巾，然后也很爱生气。一点臭样，你不把秀秀埋了，它会发臭的啊！傻眼。建议喝牛奶，其实我是建议多跳啦，就是你可能看到学校的那个有没有门框，最上面就跳起来用力扒下去那种。他是要很用力的，就是跳，就是膝盖要弯，然后跳起来离开地面的那一种，又弯，然后用力往上跳的那种，要让膝盖那边好像有拉到的感觉，我觉得那样才有用。因为很多人都说，其实牛奶对人是没帮助啊。啊，我其实是如果喝纯鲜奶的话，我会拉肚子。啊、如果喝调味乳就没事，所以我都喝黑牙、啊、然后巧克力啊、果汁牛奶啊，有的没的啊。我觉得我应该可以长更高，只是我那时候高中发生一些事情，导致我就是没有好好摄取营养。然后我忧郁症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啊，基因哦，对，基因也是哎、欸，我堂哥家那边哦，都腰瘦高的、欸，好恐怖的。哇，好像是我们家，我跟我弟好像是我们这一代家族里面男生啊，偏矮的。你做完了，我也画完了哎、欸，恭喜恭喜恭喜！好啦，就期待我等一下弄一弄就上架啦，不是上架，先上传，先去审核看看哪一个不行，然后我们再一一看可不可以把什么东西挑掉。就如果真的不行，我就把那个刚刚爆沙沙那个眉毛拔掉，变第二张。好啦，感谢今晚收看啦。啊，我爸才163，我妈一。没事啊，我长得也比我爸妈还高啊。好啦，那感谢各位收看咯，是最后的广告啦，那就这样啦，感谢今晚收看啦，明天巧克团见咯，各位拜拜。妈的秀，你这样洗超过咯。好啦，感谢各位，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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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陪我画了几次啊，五次。我应该线稿画两天嘛，然后不吧，草稿画两，诶，草稿画多久？草稿有画三天了吧？忘了诶，草稿好像两天，线稿一天，色稿一天，啊，就这样啦，感谢啦，各位，拜拜。